这一阶段啊，一开始最困难的就是去把这个图解读出来它的交界啊。解读出来交界其实是不难的啊，它大概交界有分几种，一种是明度上很接近的交界，或者呢是色彩上很接近的交界。那我们来看色彩接近就是这一块嘛啊，那明度接近的是这一块啊，它非常接近这一块，所以呢你们看到我们的后来选出来的是一个明度的交界，这样子过来，然后到这边就停下来。所以既然是明度的交界呢，我们就开始把明度的区分，我们把它做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我接下去所做的是一个明度的交界更明显的部分的区分。好，我们分享在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拍说。